宣泄淋雨的西藏纪录片工作者顿珠旺亲的妻子拉姆索九日在纽约时报广场声泪俱下，批评中共统治在他的故乡掀起自焚浪潮。拉姆索表示，他丈夫锒铛入狱就是大陆压迫的例证。人权运动人士指出，大陆镇压已经造成大约25名西藏民众引火自焚。受到石油进口价格飙升的影响，中国大陆今年2月的贸易赤字高达314亿8000万美元，创下最少12个月以来新高。8日，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小组讨论中提出，双重国籍越来越多的成为没人管的潜规则现象。有民众指，双重国籍两边都可沾光，中共官老爷们都是双重身份了，贪污收钱的是中国人，东窗事发则是外国人了。中国一个普通工薪阶级一辈子至少要缴100万冤枉税。财经专栏作家介绍，中国的税收摆在面上的大概有19种，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税收的广义定义为政府向民众和社会收取的金钱费用，那就远远不止这些。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